各种的古曲可以说是丰富多彩，是京韵大鼓，哎，西河大鼓，嗯，京东大鼓，是喽，乐亭大鼓，哎，唐山大鼓，哦，可以说是数不胜数，哎。曲艺形式非常的多，不少，出了很多位了不起的名家。您得说说，就拿京韵大鼓来说啊，想当初有刘白张，啊，这是三大派，后来有是刘白洛，还有个少白派，北京的少白派，哎，出了多少位好演员？嗯，最有名的演员就是白云鹏，很大老先生，老白派创始人，哎，咱们没赶上，唱了多好听啊！是老先生有能耐，哎，传人有咱们天津的严秋霞老师，哎，这也故去了啊，严老师唱的也好听，哎，好多老观众一听着唱，嗯，坐底下跟着一块哼哼词儿，呵，拍着板，嗯，明白，懂，哦，这老观众都是内行，全知道，是白云鹏先生了不起啊！想当初在哪个剧场唱啊，哪个园子唱，嗯，白先生都是最后一位。哦，说内行这叫团底，团底最后一位。好，老先生好，哎，你有白云鹏唱，嗯，您瞧这观众吧，啊，乌泱乌泱的都来，哦，能灌满园子，嗯，得瞧白云鹏啊，嗯，不听白先生可不行啊，啊，大鼓就得听人家，哦，都去，呵，白先生了不起，嗯，老爷子中午吃完了饭啊，一点来钟，准睡一觉，哦，有个睡晌午觉的习惯，雷打不动，哦，一睁眼。三点来钟哦，跟家出来赶到园子去，嗯，不耽误最后一场啊，团底吗？哎，而且到三点不用人叫哦，准醒，啊，这个生物钟很准时的，多年来的习惯是喽。到这点老头准醒，哎，旁边有人就伺候着您起来啊，换换衣服，洗把脸啊，这门口出来这就奔剧场，哎，可有时候也出错。是啊，啊，有这么一天，嗯，白老板呀，今儿咱们得听，嘿嘿，得看看白老板，嗯，正当中头里那包厢那儿，嚯，坐着一位，这什么身份？这了不起了啊，坐一老太爷，哦，我瞧年纪得70左右，嚯，长得呀，挺富态的，那是啊，啊，穿绸果断，嗯嗯，往这一坐，就这身份这气氛啊，就不是一般人，哼，身后站四个马鞭，哎呦，大高个，嗯，都选1.8米。米八大高个儿，呵，腮帮子努着，赤子肉都横着，嗯，太阳穴鼓着，呵，一巴掌宽护心毛，哎呀，这护心毛透过这制服都出来了，好嘛，这大马靴护心毛，这大马靴宝贝儿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，宝贝儿，过磕膝盖，大马刺啊，3尺多，没有一掌啊，一掌长刺马针。这么大，哎，这么大行吗？哎，行，大马刺，你甭商量，你这跟我商量什么？跟你说明白，石头站着老头这啊，挎刀，呵，别着枪，哎呀，30多把盒子枪都别满了，卖枪的这是，卖枪去，马鞭带那么些枪干嘛？威风威风，哎，一人是双家伙吧？老头坐在这儿，哎，怎么样？手里拿一大烟的锅子，呵，乌木的杆儿，哎呀，头里白铜的锅子，好，翡翠的嘴儿，这些嘴儿，这翡翠，嗯，老爷子搁这叼着，嗯。连脸戴帽子都绿了，不是这脸绿了就得了，帽子绿不绿不吃劲啊。就说这翡翠这多啊，你别老羡慕这绿，好啊，老羡慕这绿帽子，值好些钱，是好些钱啊。叼着这吧嗒吧嗒坐着啊，不冒烟啊，不冒烟，那是为什么呢？老头没点着火，嗨，那图什么取的呢？不会抽烟，就会显摆这烟袋锅子，好嘛，这不有病吗？这不是谁呀？谁呀？谁呀？了不起！您说说，当地张督军的爸爸，哦，这是督军的老太爷，督军的老太爷，哪还了得？有势力，在当地来说，那就是一方诸侯啊！那是啊，人家说了算。对，老头坐这儿，眼前不是有这个白云鹏吗？哎，对呀、啊，怎么还不出来啊？那你倒挑眼了，来看看白云鹏。嗯，这没烟，你别巴结了，你叫白云鹏。好嘛，这点臭毛病，谁家的狗啊？这都是好嘛，把狗全招来了。后台着急了啊，管事儿的吓坏了啊！哎呀，白云鹏白老板没来，这后台这老板都走去了。白云鹏白老板没来啊，这怎么办这个？啊，我先搜索他了。白先生没来啊，你想想辙去。别人不来没事啊，督军他爸爸啊。了不得呀！是这老太爷赏多大脸听回大鼓啊？好，真一翻子把咱这拆了有富裕，那一点不新鲜啊啊，都不新鲜。是打发人去，上家找去，上家找去，派人出去。嗯，老爷子这一觉睡的啊，过了3点半了。哦，过点了，没醒，没睡醒。你瞧瞧，家里有人啊，不敢叫，为什么？
老爷子体铁大，哦，再一个年纪大了，哦，跟边看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没起啊？那园子还有买卖呢。是啊，最后一位船底下，哎，得赶到那儿去啊。要不你过去喊去？这我也不敢呢。你看都不敢。是啊，剧场乱套了啊！哈，剧场里观众都满了，是乌泱乌泱的啊，这接着听他呢，都没地方待了啊。跟这一瞧啊，这俩人还看着老头呢。好嘛，还没醒了这。说是叫他，是不叫他呀？行行行，叫起来吧，那就好。这位来了，别不叫了啊！快起来吧，老爷子。好嘛，给惊动起来了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嗯，老爷子，您真行，您忘了啊？这是您的底啊！是，您这还有一场。是，我这睡觉挺准的啊，有这没误会啊？几点了？一看表，干了。怎么误了？呵，赶掉。哼，怎么没人告诉我一声呢？瞧瞧，赶紧啊！站起来往外就走啊！转身又回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没穿裤子。好嘛，穿上吧。穿好了啊！赶紧奔剧场。哎，来了剧场，这看乱了。呵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人接这科。那是谁敢呢？谁敢呀？谁接得住白云鹏？对，后台演员都不动。嗯，等着吧。你这演员也都这做派，你知道吗？不，这说明你个平易近人。平易近人就都这样，这都。后来老太爷犯死了啊！行，别砸去了。这是瓷实这份啊，好不一些剧本。我们这个白云鹏还不出来啊？是啊，哪们都请白云鹏来着。对呀、啊，怎么还不出来啊？啊，好嘛，他老忘不了做这个。哎。白老板来了，大后台一进来蜂拥而至啊，后台全过来，哟，老爷子，嘿，可被您盼来了，是，赶紧吧，赶紧吧，啊，台上摆好了鼓啊，场面都做好了，对，三弦四胡琵琶是，就等着了，嗯，老彭往外一走，观众席都炸了，哇，呵，好，角儿嘛，好，哎，老太爷高兴，这就是那个白云鹏，这叫白云鹏，好，白云鹏，啊。好，白云鹏跟抽烟有什么关系？你知道吗？痛快，痛快，痛快啊！往上一站，跟大伙儿鞠躬。是，谢谢各位啊。这个，就从今天稍微晚一点。对，啊、没别的。啊、我呢，买卖力气。哎，给大伙儿唱个段我的拿手曲目。唱的是。这一低头吓坏了。怎么？话都咽回去了。哦，话都咽回去了。怎么了？场上。应该有剪场的负责，对呀、啊，把老头这鼓搁在外边，是啊，在鼓上边放着板和毽子，啊，都那样啊，光放着板可没拿鼓毽子，哦，把毽子落后台了，落家里头了，你瞧这玩意儿，出来时候就忘了，一赶落，没毽子，光拿着板就出来了，哎呀，这手拿着板有抓有挠啊，这手怎么办呢？还得说白云鹏，怎么样？哦，后台忘了。哎，再说什么都不敢唱了，是可不能说啊！因为我没拿毽子，底下能骂街，对，能砸了园子。呵，灵机一动，各位，不是我是来晚了啊！没别的，卖卖力气啊！奉送大伙一段。哦，白今天呢，我还来回觉得，哦，我特意的拿板不带毽子，特意不带毽子，特意没带毽子。那为什么呢？我拿着板了啊，这手空着啊。无论台底下您各位给我一样什么东西，哦，我都能敲这鼓。我给您唱一回独特的京韵大鼓，您各位赏点东西吧。听说哪位接个小棍都管用，哎，这叫艺高人胆大，观众高兴啊。赶上，哎，白云鹏什么都行，哎，白老板，嗯，给您这个，这是手表，手表，嗯。手表差点，铁棍吧，这不是？您在场啊？看看哪位方便啊？您给件东西，来了吧？啊，给这个，这是鞋垫儿。那这都是哄秧子的。来了吧？您这个，这是半了苹果，半了苹果。白云鹏一瞧，这可不行，这个啊，这是起哄，这是欺负人呢。一眼瞧见头里这老太爷了，这老太爷怎么回事？举着烟袋，嚯，正嘬呢，得嘞。所以说今天就为了你啊啊，老爷子，没别的哦，我呀抖抖胆，哎，我请老太爷呀，您这烟袋锅子借我一用，拿这当剑，我给您大伙儿唱一回烟袋锅大鼓，嘿，全场掌声雷动，哇，这老头给不给啊？老头高兴了啊，哎呀，怎么那么闲年了啊？人没见过什么叫烟袋锅子大鼓，哦，华刘，老白啊啊，给您这个，亮了，好嘛。把烟袋锅子扔出去了啊！白老板拿起来，这一敲，嗯，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当当当当一个，呵，半套没打下来啊！底下这鼓场啊，就跟海潮一样，哗哗，
没见过。是啊，白老板了不得，嗯，烟袋锅子都能抽，这是有能耐的，张嘴就唱。哎，浅情文，好，唱完了，嗯，观众不干了，您再来一段吧。哦，还要翻场，翻场，嗯，唱了一段寄情文，哦，寄情文啊，一会儿又翻一段，一会儿又翻一段啊，翻来翻去，老头唱四五段了。是啊，年纪大了，真受不了了。哦，这可不行，啊，累的，再这么唱累死我了。嗯，一鞠躬，转身奔后台了。那意思是不唱哦，观众不干了啊，老太爷也不干了，这可不行啊！俩刚听着兴头上，是你不唱可不行啊！啊，来上后台，找播音婆来啊！今天抓着他，换他把流哦，只要是跑了啊，给这晃把火，火哗朝四个马鞭，嗯，一揪护心毛都过来了。好嘛，你揪着那玩意儿干嘛呢？他就往前有一个冲力。行，您就说怎么样吧，都奔后台了。哎，一找白老板没了啊！白老板干嘛去了？跑了，好嘛，了不得了。白云鹏跑了，追呀，啊！大街小巷就乱了，抓白云鹏。白云鹏跑啊啊！穿大街过小巷，走胡同，翻墙头，嚯，跑跑跑来跑去，跑一旮旯啊，往那一蹲，哎呀，累坏了。观众太热情啊，可我是真受不了。是是，这么唱会累死我不可呀。哎，正喘着气呢，老太爷追过来了啊！白云鹏 啊哪里跑啊？嚯，我可找着你了。哎呀，哎呦，老太爷。您爱听，您也不能这样。对呀，您明儿再来吧。明儿再来吧。明儿来不来都无所谓啊。你唱不唱的，咱不管。是，你把烟袋锅子还给俺啊。